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麦穗搞笑手签。在这时间，一首我的梦想，一首黎明的曙光，送给所有的拍迷们。在这时间，三二一，音响师做好准备。你妈，你音响师，你干啥呢？感谢所有朋友对我的陪伴，一首黎明的曙光送给所有的兄弟们。你们的梦想和我一样，我们都在路上，加油！我拼了命的努力，我只想证明自己。现在这个社会没钱，谁能看得起你？生活中的压力，它被我化作动力。混了好几年，我仍然没有半点出息。来感谢上了失意，它被我看作激励。山盟海誓的爱情，它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不想再失去，我继续努力。可是我得到的还是他妈一败涂地，把再一次的激情，再一次的努力，再一次的我换来的又是迎头痛击。当我往前追的时候，我会把麦抓得更紧，痛苦了，满足了，还要继续装傻。我的梦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，一些不敢做的事和很多不能说的话，一些很多人都以为是成功的代价。去死吧，切克闹，加油！再次把我唤醒，时刻提醒自己，告诉大脑一定清醒。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钱绝对不行，好多办不成的事，金钱就能摆平。现在善良的我怎么到了这种地步？他们身上找不到了精神的支柱。我是如此孤独，我是如此嫉妒。有人说我没了父母就这么一废物。又是一个清晨，那窗外还有灰尘。今天过了，不知我明怎么生存。已经不知不觉，我走到了中午。我的生活在不停的重复，慢慢的我走上那条迷失的道路，一个人拿着美酒麻醉的痛苦，至少有多少困难让我亲眼去目睹，还有多少痛苦忧伤让我数不清的数。努力过，顽强过，失落过，兴奋过，一起闯过的兄弟，你们全部都到哪儿了？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不要放弃你们最终的理想，不要放弃你们的目标，跟上我的节奏，一起在这场路上，我们一起战斗吧。黎明的曙光又再次把我唤醒，时刻提醒自己，告诉大脑一定清醒。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钱绝对不行，好多办不成的事，金钱就能摆平。现在善良的我怎么到了这个地步？他们身上找不到精神的支柱。我如此孤独，我如此嫉妒。有人说我没了父母就他妈一废物。又是一个曙光又再次把我唤醒，时刻提醒自己，告诉大脑一定清醒。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钱绝对不行，好多办不成的事，金钱就能摆平。现在善良的我怎么到了这种地步？他们身上找不到了精神的支柱。我如此孤独，我如此嫉妒。有人说我没了父母就他妈一废物。OK， 我梦我们继续追，梦我们继续追，前方没有多久了，不久，只要我们继续加油，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。One two three。你的曙光又再次把我唤醒，是一个提醒自己，告诉大脑一定清醒。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钱绝对不行，好多办不成的事，金钱就能摆平。现在善良的我怎么到了这种地步？他们身上找不到精神的支柱。我如此孤独，我如此嫉妒。有人说我没了父母就他妈一废物。黎明的曙光又再次把我唤醒，是一个提醒自己，告诉大脑一定清醒。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钱绝对不行。好多办不成的事，金钱就能摆平。现在善良的我怎么到了这种地步？他们心上找不到精神的支柱。我如此嫉妒。好了，在这时间，一首黎明的曙光送给所有的拍迷们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着我，我们的路上一直有你。